这是湖北的一个制砂洗砂厂，该场地配备了两台500平的美邦板框压滤机，用于处理洗砂产生的污水泥浆。污水流入泥浆池，将泥浆池中的泥浆泵送至污泥浓缩罐，和蓄凝剂混合进行沉淀处理。泥浆在浓缩罐中可以快速实现泥水分离，分离后的水质清澈，浓缩后的泥浆进入板框压滤机进行固液分离，清水排放到清水池，可循环洗砂使用或直接排放。压出来的干泥饼含水率低，可以直接装车运输。在建设行业中，砂子作为不可或缺的建材，其质量直接影响到房屋建设的安全和质量。因此，如何提高建筑砂子的质量，成为了业内人士关注的热点问题。制砂洗砂作为一种专业的工艺流程，已经成为建筑砂子提取、筛选、清洗和分离的最佳方案。经过多年时间的发展，制砂洗砂技术已经成熟，能够为建筑和建设行业提供高质量的建筑材料，确保工程的安全、稳定和可持续发展。